去那个欧洲一趟，都买爱马仕那个老。没有，我基本上现在我们都不会去买这些东西。外面现在假货这么多，对不对？陈哥是今年最大的转变是什么？今年最大的转变，17年了。我17年了，其实转变呢，就是我们真的老了。那时候我才47岁，17年后我已经64了。明年我就可以领这个老人卡，坐公车可以用的。明年，明年进老真的坐高铁，这是商务舱半票，是65，65啊。对对对。啊，今年65，明年不是65？哇！哇！他真的看不出来哦。我在你旁边，我真的看不出来。跟大哥去那个欧洲一趟，都买爱马仕那个老。没有，我基本上现在我们都不会去买这些东西。啊，我觉得到了某一个年纪，像我太太也不会去想去追求这些的。男人少不喜欢铂金包，他比较喜欢水晶包啊。外面现在假货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婆也是有收藏癖的嘛。那以前啊，以前我们像有出去玩啊。像不管到欧洲或者到别的地方碰到看到好的，顺道买一个纪念的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他也不想了，而且甚至他也不提这些出门了。其实到了某种年纪啊，其实他们反而就会什么，返璞归真，趋于平淡，返璞归真，什么都简单就好。陈哥有送吗？送啊，别老婆，钱都他在管，你觉得他买什么？其实他买什么我都不太清楚。要哭回家哭。今天陈帅就是买好自己的礼物。哦，他什么节日他都会买好自己的礼物。说好不问的，你疯了吗？印象中我买过比较贵的，让你心痛的。我从来不会心痛的。我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不是大方的，我觉得花钱这东西，你只要愿意花，你就去花吧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你在经济范围许可之内，你能花就去花。钱不是花掉了，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那下面一位新男朋友，你有看过吗？哦，他叫新男朋友，对对对，没有，一个月了，满月了吧？嗯，满月了。单身中，单身吗？对，我们都单身啊。奶奶以前都很多人追了，他们条件都这么好，以前单身啊。张立东是你交往对象？不是，我从来不要闹哦。不是，我从来也都没有跟他交往过。但是因为节目，我们都一直被拼成 CP 这样组合，所以张立东又要东拼西拼的。对，他东拼西拼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是他的过去式。他好几批，可是他拼的都美女。他是传跟橘子合作。哦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可是那也是节目上他们去讲的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他祝他幸福。